传真者话取得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建筑师设计图。传真者话透过不同的消息人士确认了设计图的真确性。这些图是去年十月底的版本，博物馆外形呈梯形，上阔下窄。消息人士话，这个是一个貌似顶撞的建筑物。一楼有三间宫廷物品的展览厅，二楼设书画、陶瓷、金器、铜器和珠宝为主题的展厅，三楼有专题展厅和香港馆藏等。传真社引述消息人士说，设计图属于初步阶段，目前正征询结构工程师的意见。不过建筑师严迅奇就博物馆的外观设计已经有初步方向和定案，故宫文化博物馆现正进行